法倒是挺快。我的身法快，哼，从月花轩逃了回来，竟然那么换了衣服还假装沉睡，我真佩服。潘荣，你汪魏天下的三大名捕之一，放肆。潘荣，你仔细的看看这桌子上的残酒剩菜，你再仔细的闻闻，我昨夜的确是喝醉了，我醉卧不起，又怎么能换上了夜行衣到月华轩去？那你，潘荣，你弃捕嫌犯，弃而不舍，这并没有什么错误。但是在下绝非是那黑燕子，你要是在下的身上耽误了时间，反而纵走了那真的黑燕子，那你可是大错特错。究竟是什么人？在下嘛，你日后自然就会明白。哦，潘荣。追捕嫌犯可是当务之急，我看你还是赶快去。走。这潘荣倒是没有误事，反而是我。倒是误了大事。田凤，李大哥，你怎么没有到月华轩去呀？我喝醉了。啊，喝醉了？我不信。田凤，我难道还会骗你？我知道你不会骗我，因为每次办案。你从未出过差错，这一回怎么会因为酒醉而误事呢？这，我昨天还特别告诉阿天，我不能够喝得太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喝醉的。哎，会不会是？天放，怎么了？我在想，会不会有人？在这酒菜中动了手脚。这些酒菜之中，如果有人动了手脚，那我和阿天喝下了一杯酒就会双双倒地的。我看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那，你有没有在吃别的东西呢？哦，我喝了一杯茶。莫非是小二受了什么人的指使？那么这茶有没有被换过呢？没有，这的确是我喝的那壶茶。真的没问题吗？没有。这就怪了。我绝不相信在这个时刻你会喝醉酒。我也不相信，我怎么只喝了这点酒就醉倒了呢？这么说，我的确是喝醉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依我看，一定有人动了手脚。哦，那么这么说，是有人识破了我的身份，但是他又是怎么动的手脚？我看这件事，慢慢才会知道。哦，天放，刚才潘荣他们已经来过，我看见他们离去了。黑燕子今夜到过了月华轩。潘荣追不上，索性我用法簪伤了他左肩，可是还是让他逃走了。咱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去追查，一定可以抓到那黑燕子。那
们从何人查起的？楼玉竹，咱们走。何以长身在我房里？嗯，老狱主，我不是藏身在你房里，我是要抓你去归案的。钟捕头，我可不是黑燕子。你如果不是黑燕子，为什么三更半夜还带着剑出去？你是不是到了月花轩遇见我们三个人才逃跑的？我有没有去月华轩，那是我的事。钟捕头抓不着战犯到我这来骚扰，这岂不失了钟捕头的美名吗？田凤，你仔细的看看，那楼玉竹左肩可有血迹？我射中那人的时候，他穿的是夜行衣。就算那人是楼玉竹，可是这一回他已经换了衣裳，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。钟捕头要是没事，还是请回吧，我累的，我要睡了。老狱主，你要是交代不出刚才的行踪，那我就只有请你到大牢里边去蹲着了。我心里烦得很，睡不着，所以我出去走走，这也犯了王法。就是走走，也该有个去处。你去了什么地方？我到江州不过两天，我去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呀。老狱主，你是自己乖乖的跟我走的，还是要我出手拿你？拿下！是。放，钟捕头，是。刚才在月华轩的大厅之中，我们三个人夹击之下，还让那个黑燕子逃走了。如今你们两个人就能把他制服，由此可见，他比那个黑燕子武功相差太远，他不是黑燕子。走。我认为潘荣说的倒蛮有道理。田芳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刚才在动手过招之际，那楼玉竹的左手始终垂着不动。你是怀疑他的左肩有伤？也许有伤。可是，在月华轩的时候，他就能从他们包围中逃脱了，怎么这一回会背在他们手下呢？这也许是他狡诈过人呢，虚虚实实，令那潘荣难以捉摸。是我进去把他抓起来。这个不，咱们先观察他下一步的动静如何，再决定咱们怎么行动。
属下参见二位大人。免礼。谢大人。你是？哦。哦。楼一族可有动静？回大人，到现在为止，那楼一族一直在房间里，并没出门。那么他的左肩有没有伤？属下已经查问过小二，据小二所言，楼一族的房中并没有丢出什么血衣破布之类的物品。至于他的左肩是不是有伤，这无法而知啊。哦。不过，江小天之事，若有一定。江小天，啊，李大哥，是我要他去查询张小天的。天放，你，李大哥，事不得已，请别动怒。哼，你说吧。是，据洛阳回报，这武阳镖局里边确实有一名叫江小天的武士，但是。在数月前已经被辞退了。你盯牢楼一族，有什么动静即可来报。属下遵命。去吧。属下告退。田放。你为什么事先不问，就贸然的派人到那武阳镖局去查询江小天的身份呢？李大哥，我要是跟你说，你绝对不会答应我这么做的。哼，你事先既没有告诉我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派人去查询？我知道你会不满，甚至于你会动怒。你既然知道我会不满，你既然知道我会动怒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派人去查询江小天？李大哥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怎么？这么说你是怀疑江小天嫌疑重大？李大哥，你想想，江小天和你17年未曾见面，在这段时间能够使沧海变为桑田，而一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变化是很大的。哼，虽然那江小天是个浪子，但是他绝不会沦为做奸犯科的。哦，你就这么信得过江小天？天放，他我之间情同手足，我跟他之间的深厚友谊，绝非是一般人所能料及的。天放，他不是坏人，他绝非是那黑燕子。好，那昨天晚上的事，李大哥，你作何解释？这。我既然不知道那原因所在，但是和江小天绝无关联。可是昨天晚上只有你们两人在此共饮啊。但是这些酒菜之中并没有人动过手脚。这，李大哥。天放，天放，江小天和我是好朋友，他既然明白我的身份，他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。现在我就求你，不要再谈这件事，也不必再去查他。这，田放，好吧，李大哥，你是否能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？最后一个请求？嗯，我要你去见江小天一面。你为什么要叫我去见他？我是希望你亲自去看一看他左肩是否有伤。李大哥，我这个请求不为过吧？天放，如果阿天要知道我怀疑他是嫌犯的，不知道他该心中有何着想。我希望李大哥能做到去见江小天，让他不知道你去见他另有目的。这，
我正在想法子，你总不能就让我现在就到他房中去看，让他褪下了衣裳，让我看看他的左肩有没有伤吧。天放，我并不是存心要跟你争执，我……李大哥，你不要说了，我了解你此刻的心情。天放，我相信那江小天绝对没有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，万一他的左肩有伤呢？那……大哥，你要真的那么为难，我看……不，天放，我还是去看看。现在去。早去晚去，早晚都是要去。天放，你就在我房中等候消息。阿天，阿天，啊，门没摔，进来吧。啊。阿天，你昨夜是不是也喝醉了？我，嗯，从我会喝酒开始，我敢夸口，从未醉过。阿天，你真的没有醉过？好，当然是假的了。玉林。我不但醉，而且在遇见你之前，我是逢喝必醉，经常醉得不省人事，就像堆烂泥巴似的，不是躺在人家屋檐下，就是倒在街角，一觉到天明。这两天，我可是时时的提醒自己，万万不能在老朋友面前丢人现眼呢。阿天，你并没有丢人现眼。倒是我反而，哎，玉林，你不说也就罢了，你既然开口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昨夜你怎么回事？哎，你喝的并不多，又怎么会一醉不醒呢？我，我自己也不明白。不过呢。下回啊，我绝对不会再丢人现眼。哦，玉林，嗯，这下回咱们要在一块儿喝酒，该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。阿天，你今日非走不可。我办完事就回来找你。你又何必这样婆婆妈妈？玉林，你要再这样唠唠叨叨的，我可要改口叫你李姑娘喽！啊！哦，对了，这是300两银票，你就收下吧，放在身上。这，玉林，阿天，不要再多说了，收下。啊。我用不了那么多嘛，哎，穷家富路，出门在外，身上总是多带一点好。来，收下。这，哎，阿天，朋友尚且有通财之意，何况你我并不只是朋友。来，收下。这，哎，李玉林，我看这样好了，咱们比划比划，啊，这输的人呢，可以听在您的，这银票的事。不就解决了吗？比划，哎，你可记得当年呢，咱们常比这腕力？嗯。
当年你我是势均力敌，咱们来看看这17年后的今天又是谁强谁弱。好啊。嗯。不，你我惯用右手，今儿个咱比左手。咱们可是比筹稳健，可不许你运功相拼。我知道，不过阿天，要是输的人可要听赢的人的话。好。这张银票你总该收下了。玉林，我可不是存心输你的。知道，你要是存心输我，我早就知道了。阿天，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办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可是要等我回来之后才能走。这好了。你找我到月华轩来有什么事？江小天的左肩既然无伤，那我们唯有追寻那娄玉竹和潘成峰。哦，李大哥的意思是？天放，这娄玉竹现在屋内观看翠玉马，我叫你来的目的就是等他出来的时候，你出手试试他。请请。让李公子酒后真是失礼呀、啊！周老板太客气。李公子今儿来是不是想再看一看那翠玉马呀？这个嘛，不要紧，不要紧的呀。这位娄姑娘已经看了3回了，还没有拿定主意呢。哦，看了3回了。依我看，这位娄姑娘根本就无意要买那翠玉马呀。李玉林，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？嗯，在下是确有此意。周老板，哎，这位娄姑娘曾经告诉我说过，如果在下能偷得了这翠玉马，他愿意出价10万两白银向我买呀。这真有此？嗯，周老板如果是不相信的话，问问这位娄姑娘就知道。这娄姑娘，周老板，我的确对他说过这番话，不过我的用意只是想引黑燕子现身。啊，引黑燕子现身，不错。这李公子是黑燕子啊？他就是黑燕子。黑燕子，你还我一副命来！你要杀黑燕子，就是要为你义父报仇。不错。那么。你义父是谁呀？濠州总捕云中平。
你闪开！不，除非我弄清楚你说的话是否真的。哦，嘿。李大哥，他的左肩没有伤。天放，这样看起来，我们要去找那潘成峰了。卑职参见二位大人。总捕头免礼，请起。谢二位大人。总捕头现在总应该明白我二人的身份了。卑职昨天冒犯大人，还请大人恕罪。哎，总捕头是为了缉捕要犯，是非得已。总捕头，请不必记挂在心上。谢谢大人。总捕头，你可知道我们为何来找你？哎，这卑职确实不知。依卑职猜测，是不是跟黑燕子有关？说的不错。那二位大人是不是已经查出黑燕子是谁了？这话说起来也许总捕头不敢相信，在我二人追查之下，那黑燕子竟然和你总捕头有关。总捕头，现在你应该明白我们说的是谁了。二位大人是说犬子潘成峰？不错，正是他。总捕头，难道你没有察觉令郎潘成峰有许多的可疑之处？是，卑职也曾经料到，只是卑职曾经试探过犬子，可是结果并不如卑职所料。那也许是犬子故意耍弄我，再不然就是二位大人有所误会。总捕头，这一切等见着了令郎之后，就会真相大白了。是。那么，总捕头能否带我们去见见令郎呢？这是卑职遵命，二位大人请。总捕头，看起来令郎并不在家里。卑职曾经嘱咐他留在家中。这，是否是潘成峰留下来字条？是。那字条上写了些什么呢？犬子留话说，他到城外张嫂家中，过些时日就会回来。这二位大人是不是怀疑犬子借故出城去治疗肩伤，等肩伤治好之后再回来？这个嘛，可是不无可能啊。这卑职也这么想，可是这……总捕头，事情尚未查明之前，你先别难过。是，卑职实不相瞒二位大人，卑职确实不敢相信犬子就是飞贼黑燕子，可是诸多可疑之处，卑职又不能不信。这总捕头，你可是在搜寻什么？犬子若是飞燕子，他所偷来的珍宝必然有所藏处。他知道我从来不翻动他的私物，也许就藏在这屋中。
城外何处？必须斗胆，敢请二位大人，暂且先回补房。劝此沦为飞贼，确实是家门不幸。我身为江州总捕头，于公于私绝不会放过他。二位大人，暂且先回补房，卑职一定会押解犬子归案。先别急嘛，我没看您这样急法啊。说，长风在什么地方？快让他出来！大爷，您先别急，这会儿长风也不在呀。什么？不在？他到哪儿去了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他说他出去一会儿，待一会儿他就回来。出去一会儿，待一会儿就回来。到底是什么事啊？你，大爷，您坐一下，我去给您沏杯热茶。不用，张嫂，我要问你几件事情，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。是，大爷，以往我也从来没骗过您呢。好，那么我问。程峰今天回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跟往常不同？对了，他今儿回来的时候，他脸色不太好，好像生病了。对，流了那么多的血，脸色怎么会好？什么？流血？张嫂，我再问你，最近这三个月来，他是不是住在这儿？是啊。那么他是不是每天待在家里边念书？他只待一天，他就回去了。他一天就回去了，这气死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大爷，爹。畜生！我不是为了你，我为什么到这儿来？你给我过来！爹，您别动怒。爹，你给我过来！爹。爹，您怎么知道我的伤啊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程峰，你这个畜生！我能够生你，我就能够杀你！我大爷，你给我滚开！爹，我知道我不该骗爹的，可是住嘴！程峰，你小的时候我就教。做人要诚实，要正直。我不希望你这一辈子能够有大富大贵，只求你能够平平稳稳的过一生。所以，我才教你、训你。谁知道，表面上看起来听了我的话，可是我现在才明白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爹。我知道错了，可是我并没有像爹说的那样话。闭上你的嘴！我曾答应过你娘，
绝不让你吃苦受罪。可是现在，我也护不了你了。一个痛快，你这样做不但是毁了你，也害了我。丈夫，我能不到九泉之下，不要再让你娘伤心。我现在就送你这个。爹，爹，您听我说，听我说。这的确是箭伤。黑燕子是被我用法簪射伤的，如此看来，他的确不是黑燕子。不过我问你，为什么你不会舞？房中藏有长剑，还有夜行衣。我从小就想跟着爹学捕快，但是爹却不愿意我干这一行，要我好好读书考功名。可是我却不愿意读书。三个月前，我瞒着爹，假借到张嫂家之名，实则拜师学武。我虽然学了不少，但是都不敢让爹知道。那黑燕子做了数案之后，卑职猜想他会看上月华轩的翠玉马，谁知道犬子为了追查黑燕子，他的肩膀所以被黑燕子所伤。哦，这么看起来，潘公子的确是清白的。那么这黑燕子究竟是谁呢？大人，大人，报大人，有关江小天子详情全部在此，请过目。大哥，你看，江小天因嗜赌成性，暗窃镖银，被逐出武阳镖局。小二，江公子人呢？人走了。对了，江公子要走之前呢，叫我有样东西交给您。小二，你可知道江公子是训哪条路出城的吗？这我就不知道。不过他在走之前曾经向我问过，这城里头哪里有自己跌打损伤的地方。你有没有告诉他在什么地方？有啊，我叫他去东门边找易铁林。就这么一铁就好了吗？你放心好了啊，我这一铁灵啊是最灵不过的。我身上没带银子，这根金簪子你就留着抵个要钱吧。这你放心，那是我用血汗换来的，假不了。是是，慢走啊。要不是武阳镖局传出了你嗜赌成性，暗窃镖银的话，我还真不敢相信你就是那飞贼黑燕子。玉林，你非得抓我归案？我在江州并没有偷那些珠宝啊。可是你在别的地方偷了。偷来的我全都赌素化界，
你们就是想追，也追不回来。玉林，我说的可是实话。阿天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是杀人的凶手，窃财的飞贼，你还是要跟我归案。你。片换成了金刚的剑身，不错。在你看过竹片剑身之后，我就换好了。阿天，这样看起来，真的是你在我的茶中暗做了手脚。不错。阿天，本来我根本就没有怀疑你，可是当你给我比赛腕力的时候，我开始暗生戒心。阿天，你那是在用苦肉计是不是？不错，可惜我白费那些气，如今又被你们给盯上。阿天，放下剑跟我归案吧。不，我若是跟你去，那是死罪难逃。玉林，你忍心见我挨那一刀吗？你不要走，燕青，我还有一线生机的。阿天，我可以为你求情，说不定可以免了你的死罪。地狱，当年我救你一命，并非图望你有所回报，你我情谊已尽。拔出你的剑来，阿天！拔出你的剑！拔出你的剑来！你，这一次的会面，爸。